你帮我，金晴出了什么事？你会找我来，还要我进金晴，就表示你怀疑被内鬼陷害。嗯，谢罪有可能。 我们真情的状况你也知道，是不知道，还是害怕去想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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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皇上。 您就翻个牌呗，来，哎，至于吗？啊，哎呦，你不晓得，啊，你比那个排队限量款还抢手啊！自从你回来独立职业之后啊，很多朋友啊都找我当说客。哎，我说不用，哎，那个字太麻烦了。我看这样好了，您看哪宫顺眼，就挑一个，就承宠嘛，啊。我已经有对象了，谢谢。 你跟这于之琪什么关系啊？做过他的家教也是学妹。哦，前一阵子，他还协助客户挪用公款，检方已有灭证之疑，将他收押了。你是他的委任律师？哎，你该不会正在告诉我，你要去金晴吧？啊哈。哎。 金晴的状况比长河复杂多了，你确定吗？我欠他一份情，小时候待的育幼院，当年因为捐款不足差点倒闭，是他把从小到大的存款捐出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。<笑>哎，那时候有多少钱嘛？1,760,313元整，对，一年他17呀。